热死了，怎么样都睡不着。阿玛利亚，刚好小孩子都不在家，我来帮你做全身扫描，放松身体啊。那麻烦你了，谢谢。首先呢，从脚开始，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踩在沙滩上。想象你听到潮水的声音，岸边还有可爱的动物经过。哎，没有小鲜肉。接下来是身体，放松呼吸，想象自己漫步在森林里。想象你听到流水的声音，树上还有可爱的动物经过。就跟你说没有小鲜肉。最后是头部，放松呼吸，想象自己飘在天上。想象你看到了一道光，听见了上帝的召唤。啊，你想带我去哪里啊？没有。妥善运用心智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许多问题，情绪低落时，正向思考可以帮助我们用新的角度看事情，疼痛或焦虑时，转移注意力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不舒服的感受，但请勿拿来处理胸痛、半边身体麻痹或无力。也可以透过想象练习、冥想等方式放松身体，疏解压力。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才会成功哦。